我们省的一些片啊，自己没有报的那个奖项的片，之后审完之后，他跟我说，就这样了，我没有走红毯的机会，我也没有必要出这个那个什么上台的机会都没有。我说，那我们跟他讲一下，我们不去了，我们是有骨气有志气的人，好不好？不是那种，没有进没入围还是趁人家，因为要起来就行，我没有缺的，我个性没有缺的啦，或者是没有那种闲的，叫我关你是什么鬼东西啊？我关都不想关，我没那种闲啊。如果可以，希望能够邀请厂商来担任今年活动奖的颁奖人之一。如果你们还愿意，请在信件回复我们是否愿意参与这个红毯跟颁奖，非常感谢。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不要脸，然后要去要硬硬没有入围还硬要去，那是什么个性？好吧，我不是那种没有入围，不好意思，我又来，我要去拍，我要参加，这面子挂不住了，不会干这种事情。这种你让人家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，或者那种觉得没有骨气、志气的事，我绝对不干。今天你一句不要去，好，老娘就不去。我对你让我觉得感觉不好，老娘就不去。让我觉得你有诚意，老娘怎样，我都给你回敬十分。那你不能叫我评论之后，评论我花五花时间评论，评论之后告诉我说去关你，关你，你懂吗？本来我们是连入围都没有，入围也没入围，然后当然什么什么报了很多奖，给了很多钱，什么都没有。有给钱哦，没，他报一个奖要800块还是900块，我报了18000报名，然后什么都没得到，报20个没中，对，都没半个都没中，也没入围，所以没入围，我想说，那他们就找我们来，总共想就找我们来做那个什么，评审，初审的评审，我们审的一些片啊，自己没有报的那个奖项的片，然后结果之后审完之后，他跟我说，就这样了。我没有走红毯的机会，我也没有必要出这个那个什么上台的机会都没有。我说，那我们跟他讲一下，我们不去了，我们是有骨气有志气的人，好不好？不是那种，没有进没入围还是趁人家，我要起来就行，我没有缺的，我个性没有缺的啦，或者是没有那种闲的，叫我关你是什么鬼东西啊？我关都不想关，我没那么闲啊。说我不去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让我去了啊。他马上来信跟我们说，如果可以，希望能够邀请厂商来担任今年活动奖的颁奖人之一。如果你们还愿意，请在信件回复我们是否愿意参与这个红毯跟颁奖，非常感谢。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不要脸，然后要去要硬硬没有入围还硬要去，那是什么个性？好吧，我不是那种没有入围，不好意思，我又来，你要去拍，我要参加，我行情没有底。明年还要去吗？明年有入围就去啊。那你没有入围的话，你要给我个头衔吧？当我知道我对啊，没有头衔，然后红毯也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什么东西的话，我去干嘛？我自己打脸啊！我那么丢脸啊！我要我这样我这面子挂不住了，不会干这种事情的。这种你让人家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，或者那种觉得没有骨气、志气的事，我绝对不干。今天你一句不要去，好，老娘就不去。我对你让我觉得感觉不好，老娘就不去。让我觉得你有诚意，老娘怎样，我都给你回敬十分，这是一种感觉嘛？你没有让我入围，我尊重你。那你不能叫我评论之后，评论我花五花时间评论，评论之后告诉我说去关你，你懂吗？你是个笑话吗？我跟我画两件，一件是那个全裸的，一件另外一件是那个黑色的颁奖的时候穿的那。你交通跟住宿全部加起来是4万，自付吗？有加衣服吗？衣服不含装法，应该五六万，就觉得是一种支持现在的这种平台的一个行动，我们也很多愿意啊，对啊，然后也觉得说每个人都有机会打扮自己漂亮，反正我什么中金马来了，金钟来了，我明明没去过，没开始也没有啊，又融不到。那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一个机会，就让他看到自己漂亮啊，就我就觉得很开心了啦。因为如果你红毯这机会都夺走他了，去也不是去，懂吗？那是一种感觉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总共讲没关系啦，我们也不介意入围的东西，然后大家觉得开心，看到我们就觉得价值就已经很够了，对啦，花的钱再多没关系，反正是散播欢乐，散播爱的啦。嗨，大家好。
毫无触动线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台湾熊秀包厢邓丽宏。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